汉天团 BTS 高唱《从兵乐》，让新生代师弟团 Boy Next Door 一出道就备受关注，但没想到财富中国宣传就发生争议。한아이돌그룹이공항에등장하자카메라를들고밀착촬영하는팬들이함께우르르움직입니다팬들이가까이접근했다고강하게밀쳐버리는건경우가아니라폭력이라는비판이커지고있습니다仔细瞧，由于机场追星人数众多，但韩团保镖如此暴力推倒女粉丝，立刻在南韩与中国两地炸锅。Boy Next 的保镖推人，这力度把女生都推飞了，女生的头好像还撞到了玻璃门上，也没有一个人去扶。有中国女粉丝大表不满，认为偶像在第一线目击却无视走开，真的太冷漠。尤其过程中 ，Boy Next Door 保镖不仅手拉手围成人墙刻意阻挡，更以闪灯反照粉丝干扰，种种举止都十分不友善，而且类似风波并非头一遭。同样也是南韩人气偶像 NCT Dream 的保镖更夸张。여성팬을밀쳐서업무상과실치상혐의로조사를받기도했습니다당시피해여성은벽에부딪히며늦골이골절됐었는데요保镖太暴力，连偶像都吓到，甚至连记者也遭殃。记者采访当场挂彩，不过除了 NCT， 其他韩团保镖也一个比一个凶狠。指出肘击，甚至不顾安全，在手扶梯上惊险拉扯粉丝。相较之下，同样是混乱场面，宠粉的 IU 就曾轻拍保镖，示意不要对粉丝太凶。如此暖心举动化解危机，高 EQ 也获得一致赞赏。三立新闻金雪慧报道。